来，老师，我等下来继续啊。我们到第十七课。老师好，你好，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刚刚进来的福海也下去了，就是掉线了吧，应该是。老师，他说他们那边是网络不好，哦，好的好的，其他人也还没进来，OK，好，那我们到哪儿了？老师没有要多少嘞？第八已经好了，对吧？支撑 B 多少了？还没，老师。还没，OK，老好，师，应该，这网络不好，老师。哦，好的，好的，对，我们最近也是网络不好，早上上课的时候经常掉线，掉线，一节课下来掉了3次，好像是今天，好吧，来，老师，心甘情愿哦，闭嘴啦。还没，老师。这些也，那就是风餐露宿，这个已经好了，是吗？风餐露宿一些，已经好了吧？好了，对，那第七风式还餐没好是吗？心甘情愿到了，心甘情愿，应该到行了。也好了。对，我好像解释过了。微生物里外老师表达的支撑的表比比了呗，就他们表比。表比比是的，报酬也讲了，老师。第十这个位在哪拉路？C 天吗？久了比较比较九已经讲好了，对，好的，来，我们我到记十不得了，了。结果，还那个可能是那个唐香姐还就是还没有学，那你看一下，应该是星期五的课，星期五的课我编辑进来，然后老师发他嘞，好。来，那我们继续学习第十鉴别。你看鉴说了刚刚说，多是国家老表的鉴别。好，第一读读看。女儿女不儿善不但学，开不善车，说，不反善应听快，话，技还有术会说好，不还懂好，得懂如得如何何编将程各种牌子所有的汽车。系统。女儿不但开车反应快，女儿干啥嘞？感冒嘞，卡家也不弄。反应说叫 respond 弄。这个皮来就把皮带松，把路啊没，把皮带松，把路啊没，说嘞反应说阿里帮 respond 啊嘞，没有那么干。技术好，技术啊来讲嘞啊，所以这个你来讲嘞不弄，技术好，还懂得。鉴赏各种牌子，还懂得是哪里啦？我呢？鉴赏啊，你们赏出来个欣赏啊，你来啦？鉴赏啊，鉴赏就是鉴定和欣赏。鉴定是就是他把那说，第二不如干没有啥嘞，不如没有那说多地嘞。然后是欣赏，喜欢各种牌子的汽车，这些没有没有心里的咖喱，我呢，对吧？别嘎不如别嘎把涂家家去，这个知道。然后是他也很喜欢车子。好的，第二，别野忘外了工作者工作者必必须须取取得得一一定定数数量量和规规则的标则本的标和本，一定进一步进一步训练好研实验究。研究。
研究。野外工作者，野外嘛，老老的路的，多的当年嘛，老老的路的，噶的必须取得，地价包括取得呀没，取得亚于那呀没，一定数量和规格的标本，都这么他的不，那你不嘛那系列，啊，这么他的几多系列，啊，然后标本是崩在你不呢？那么那崩在你有那呀没的，他嘛？以便进一步鉴定，进一步说，那这这三年呢，鉴定来嘛的，比如鉴定，鉴定说就是，事实来嘛，不能打杜巴拉打不鲁米勒说多鉴定来没？试验，试验说，杜迪的那不能来对三大目的弄来没？还和研究研究啊，叫做杜迪的那力量目的来弄来没的。好的，第三。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类不能不打理个的生存，生存所以啊，把侬在心里太难不能生存，生存比如发展。过程中发展的过程的嘛不经过不断鉴别和选择，鉴别就是选择的意思嘛，鉴别比较于选择与且的啊，什么别鉴别比较的与且吧的被阿刚来被阿苏来不能爱路那边形成了皮包拉给吧的丰富的 BB 总的饮食文化体系，饮食文化所说把人杀到的杀到的把他的引进目不能。好，第四个段没心理语言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很多地方借鉴了心理学和心理测验的方法、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的心理语言学不你看语言学啊，把语言学的时候心理深的不得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你累了的你两个人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在很多地方你要这种喵喵嘛借鉴了心理学中心理测量的方法借鉴了啊都有他的或者是勾嘎他的我呢的这边呀把他也填满心理的心理测量测量啊，是那个单打的力量力不能力量力不的啊，反正就是孤家他把的的。好，第五，你们看看我，我便是电视自恋，步入社会以后，千万不要太任性，任性。你们看看我，你们看看我，谁看我这家里的？我便是前车之鉴啊！前车所以我说啊，细一个不弄，细一个表示那个那个细多少倍？那我能不能有价不？前车之鉴，步入社会以后的数学的要不随路，就是挂过不弄的路木那边的要拉不随，千万不要太信任。哎呀，我谁来忙把门漏板的？谁来忙把漏？我不在撇多少没？我就是前车之鉴，我让能木那刚的苦呗的表现呢？好的，来啊，所以老师词汇解释的比多比课文我多呀。他说读第一和第二自然段。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来，我们去读读第一和第二自然段。第一呢，第二自然段里有派几几啊？来，翻开课本，帕萨奥里兰毛，第十七课。第一和第二。中国青海海拔4500米的中国青海海拔4500米的山上，山头雪豹正在玩耍，野生动植物，摄影师们
压压抑住，压抑住，兴奋，憋住气，憋住气，全力拍摄，拍摄，拍摄完毕，一回头，发现脸子藏在身后的雪豹头上，瞪着眼睛，眼睛注视着自己，大家先是而笑，雪豹这种皮毛的头，带着美丽花瓣的大型猫。他们不但不觉得苦，反而感到无比的快乐。快乐。好的，来，第一是野生。野生啊，动植物摄影师们现在在哪儿啊？在拍摄什么？多里亚库巴马雷的，在拍摄什么？巴里亚尼亚雷的。好，他们现在在哪儿呢？现在海拔。现在中国青海海拔4500米的山上。嗯，在拍摄什么呢？拍摄正玩耍的雪豹，山头雪豹。嗯，对的，拍摄正玩耍的山头雪豹。好，第二，拍摄完毕，拍摄了 B 多的卡加罗的摄影师们发现了什么？摄影师里嘎的八股对西多啦的，好，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了两只藏在山头的雪豹。正瞪着眼睛注视着他们。嗯，对的，注视着他们。好，第三，雪豹正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嗯，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呢？皮毛不像大雪。濒临消亡的。嗯哼，濒临消亡的危机，对的，濒临消亡的危机。啊，这些摄影师的指责是什么？嗯，这些摄影师的职责是什么呀？都也大问我的呀吧嘞，都嘛怕大问西嘞。保护野生物种，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博物学家。嗯，对的，对的啊。这些摄影师的职责是致力于阿公懂我们的来的面保护野生物种，野生物种流高贵贝亚梅，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博物学家，对的。好，那下一个，他说读了第三自然段，自然段三五判梅拜比亚卡加，根据课文内容判断正误啊，这一次是嗯嘛嘛比哇嘛，来第三自然段读一下吧。曲剑是摄影师中的领袖人物，安迪的钻石人物，他拿出八张照片，我认识大熊猫、金狮和猴、牛雪豹、另外四种。坚韧不出，说他们是唐赞虎、四邦尼、藏羚羊和喜马拉雅、汉、喜马拉雅。啊，汉啊，这个是生词了吗？巴尔驴。汉唐。汉唐。汉唐。曲剑说我们的现段是人们能识别
长颈鹿、大猩猩、大猩猩、还有他们的蓝鹰，却不认识长颈大猩猩。大家对非洲的动物，非洲的动物好像比我们自己家的动物更为熟悉。面面大，面大，有人在说，许多动植物，许多动植物，连一根细骨都没有，大家不认识。大家不认识怎么阻断防护更严峻的是自己的防护难保特有特有空白来的特有为我们所了解的又为我们所就像是一天和他的朋友琢磨琢磨怎样为野生动物保护尽一份责任尽一份责任他们不负不负业也得奔波和万海出租一世人租一世人的照片誓言大家心里心里情愿的去购买，以便制造他们深入人心的巨大的巨大的看似但摄影作品是少数，是摄影师否我所很低这样的想法去进行投画，于是一战成立了社会。嗯，好的，这样的想法几经几经同化 ，OK， 好，那我们来判断一下，第一，哦，许建是摄影师中的领袖人物，也是 IBE 的创始人，这个对吗？对，对，是的，他是创始人。我认识的动物是藏狐、赤斑羚、金丝猴和喜马拉雅旱獭。对，只是这些吗？对，他不认识这些。感谢大宝，大宝。嗯，我认识哒哒哒哒哒哒哒四种，另外四种辨认不出。据说，哎，哒哒哒哒哒，这个他辨认不出，读啊辨认了，辨认着快查为么第五嘞？而且说他读啊的嘛在认识说第嘞的第嘞说错错，对了，好，第三，中国人对翻。非洲中动物好像比对自己家的动物更熟悉，更熟悉，更熟悉。中国人你看的非洲动物的不嘛 ，Africa 这个动物的不嘛不喏，好像比对自己国家的动物更熟悉。过来人动物的他嘛都啊保定的路呗的，对吗？对，对对，啊路过骗你啊呗哩。好的，第四。由于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自然保护区嘛，心里的麦丹华的 video file 呀，爸妈们写着讲不喽，很多特有动物还没被人们了解就消失了。这里想多少秘密啊？路里啊，让都是我们地的，都是啊，消失了，没有动标轨多少吧？一点对吗？对，对，是的，麦丹，你们是留了标台哩。许建和他的朋友们拍出了使人疯狂的照片，露流的，有卡多少钱？有多少钱？这帮人在他的，不能，大家都心甘情愿的购买啊，龙哥的啊，心甘情愿的啊，都是噜噜啦啦那股，我也加了，不嘞，你帮你，对，买了吗？嗯，他们希望。他们希望你，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哎，信我们要丢你。他们是希望、渴望，他们是渴望，渴望就是他们想要这样。对对对，拍出的照片啊，吸引大家，然后是他大家都去买，没有说现在大家都买了。他在这里说大家都买了，说错。摄影师们利用卖照片的钱，支撑他们深入野外。野外的巨大开支啊，摄影师们啊，利用啊，东家了，
卖照片的钱，的照片要呢不算我都差不多嘞，支撑他们深入野外的啊，支撑着都有套半杯嘛，都有把那里野外嘛，那把人野外所以要怎么说？多少英里？野外多嘞，当年嘛，把那第一多嘞，当年多嘞，看嘛，另外的巨大的开支，养个鸡妈的巨大，养个鸡妈的开支是啊，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嘞，套半杯没的啊，这个是。对吗？他们是这样。对。对。他们的照片是现在能卖了吗？不对，错。还没。不对，不对，还没，还不能卖啊！他们是希望你的播五年带我们过来，是吧？所以这个是错的。好，第七。出现在这。想法就是一个童话，就是一个童话。对，就是上面这些是徐建的想法，对吧？他说徐建的想法就是一个童话，能我们骗来无人说了吗？说的对。这样的犯法，这样的想法，仅仅一个童话，童话呢，都说有你敢的对着我们骗来无人，你妈叫他读啊，就是一个童话嘞。对，龙王们骗来哪的？没这么骗来钱来了，不，那百分之一，所以嘞，第二样，他龙王百分之百同化了，表扬，所以你就是这样骂你啊，几近六八六啊，似乎啊，就是好像啊，这样的话是对的，就是说不对了，所以这个也是错的。好，嗯，错的。好，继续往后。哦，这个是读了第四到第五自然段，根据课文内容填空，课文也找雅丽亚老师过来批一下嘛，妈的，来第四的第五自然段里慢慢的读一下，派几把哦。于是徐建成立了，成为了社会企业 IBE， 企业 IBE 为保护区政府等各类他们的工作室建立也是动植物立体海源，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IBE 的摄影师郭博士，富士的博物学家，不但有高超的摄影技术，还有高超的摄影技术，还有非同一般的专业分析数字。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徐建一发出号召。号召。啊！号召，号召！大家立刻聚在一起，是这样子，是这种，是这样子，各种集合，是各种工作成立，工作成立，用户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嗯，好的。来，老师填空里了没？记得多少就填多少，慢慢的老雷皮讲。社会企业啊，的社会企业比的 IBE 嘎的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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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类什么什么提供什么？好，那 IBE 为什么呢？为保护区保护区政府等各类课题。提供什么提供服务。好，他们的工作是建立保护出场吗？嘞，建立野生动植物影像库。对，影像本来就多地场嘛，不能所以你野生我多样的生理动物的植物的，不能多样的生理多样病理也 video file 有多库里面他们不能影像库。好，然后呢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立体的，就是 3D effect 不能不能不能变不了那个我来变不了偏了没一个地区的地大的库也还有嘞，生态多样性。对的，生态多样性喵喵多的系列不能好的系列变不了变大嘛，不尽管如果他们消失了，就是摄影里面有的话我们还可以见到看到。好，第二
IMPE 的摄影师，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那没那概念的不对嘞？博物学家，博物学家。嗯，博物学家，对了，博物学家。不但有高超，不但有，嗯，不但有什么高超的摄影技术，摄影技术，还有。还有非统一的专业素质，专业素质，对的，还有非同一般的大门路幕后的专业素质 professional 专业的细节的，对了，好，第三，摄影师们在。全国各地，噶吧，啊，不，等哪样，不，那等哪样，弄你啊，那边嘛，把弄你啊嘞。分散。分散，分散在，对，还有没许建啊，把弄来点的嘞。一发出召号。啊，一发出号召，号召不是吗？啊。嗯，号召，然后来点干嘛嘞？大家立刻啊，弄啊，接起没把弄家嘞。聚在一起，对的，立刻聚在一起。好，实践证明，得得呀，破表他啦，把嘞，这种什么什么是工作？这种集合式工作。嗯，都能够塑造他的工作噶嘞，能成效，成效做什么呢？增值。嗯哼，显著，显著，成效显著啊！然后地大天下的不能成效显著，用户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对的，用户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好的，读了第六、第七自然段，好，二里自然段里有派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和第七自然段。IMPE 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时间向上都有数据使用，比如精确统计的动物数量，不是在梅里雪山，遇见大型鹦鹉群，摄影师在一个树上，一个树上统计输出1500字的精确数据，精确数据，专家表示，这是由记录以来。近三十年时的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鹦鹉越冬群拍摄同时，他们还行物种鉴别、动物行为分析的节目结束后，他们还会现在地方目的提交一份评估调查报告，报告需求和他的业务对我们在路上忙碌的路上忙碌之。嗯哼，天天在路上忙碌着。好的，可以了，来回答问题里的几句啊。第一是为什么说 IBE 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数据可用。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数据，对，详细。可供使用做贝塔的，不呢？好的，对的。遇见大雌雄鹦鹉群后，摄影师做了什么？权威专家给出了什么样的评论？好的，摄影师做了什么呢？摄影师在普渡山，一个个的数，统计出1500字的精确数据。嗯，好，权威专家给出什么样的评论呢？权威专家表示这些有记录。近三十年
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此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均为越冬群。越冬群。嗯，对的，最大规模鹦鹉越冬群。越冬群。好，那除了应该是除了吧？好的，除了拍摄 IBE 还做什么？拍摄比 IBE 噶巴里露的嘞的。好，还做什么呢？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分析等。好的，可以了。来了，索英老师，这一课全部都学完了。第十六课，老师也得一下子给六级扫个，一共有二十课呢。那他那看，那他离开讲的也不呢。好，那我们继续往后。老师，那个是比较多加呀。去之前，是这样的。老师噶，从下个星期开始，将我多比较电子呀的联系呀，爱接着你的单啊的呢。你你的路片你啊不呢所以我想改一下时间，可不可以我们这个时间在周末上可以吗？周星期六星期天。我可以老师。可以的老师。嗯，可以，好的。那因为那样的话是五天的时间，我们又两天的话。周末是晚上吗老师？对，晚上可以吗？晚上可以。晚上可以。早上也可以，晚上可以看。OK， 好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不多吧，就是六点半开始可以吗？差不多八点十五。六点半。六点半可以吗？可以，都可以呢。好的，那我们就六点半到八点十五吧，这样两天。周末。周六、周日，对的，我的课。那第二节老师的课呢，他会继续上，只是我这边就是时间有点那个赶不上，所以就改一下时间，可以呢？可以的。好的，谢谢大家。对，下个星期开始嘛，下个星期的话就是这个星期好了，下个星期再会那样，好吧？好的，老师。好，谢谢大家。OK， 好。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改成星期天。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你的课都没有对没有，就是星期六星期天，然后呢上课时间会有点长，六点半到八点十五。好的，老师下个星期吗？对，从下个星期开始嘛，这个星期是我看一下，就是等一下哦，我看一下那个时间，这个星期是像平常那样上，所以下个星期的话是我们22号到23号开始嘛， 2223 然后是2930这样，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课就没有，只是第二节的话是平常那样有的，你们要上40分钟对吧？喂，听见吗？听得见老师。好的。我刚刚说的那个上课的那个时间大家记就是能听明白吗？就是这个星期呢像平常那样上，所以呢下个星期17号到21号那就没有了，我们在22号23号来上。好吗？好的老师 OK， 谢谢大家。好，六点半开始呢。好，还没完联系老师。对，我以为是全部都好了。 OK， 好，练习还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的，来综合解释看一下。换句话说呢，它是插入损益这嘛讲也比都脑表的插入，表示解释说明，信息零零表达不能，就是谢谢白马表的，
不太听清楚或者是不太明白，那就说换句话说 not the meaning of your message， 所以就是它是插入语。现在你张雅的课表演的嘛，那个你换句话说然后怎么怎么样是比较表的。好，来第二例拍几包。推销产品靠的是广告，但是做广告却比高而资金三毛广告费用还是位置中还是会加到产品上。换句话说，换句话说，一个产品的广告越多，它的零售价格也会越高。嗯哼，好。推销产品靠的是广告，推销产品推销推销是我杨幂的呢，我呢杨幂的呢估计是一个啊，他靠的是广告，推销的是那个你个都啊叫人家我阿姑啥的，但是做广告需要高额资金，叫人家漏的是那个的的资金，我资金是一年用两个月，一年我急急忙忙漏的，这笔广告费最终还是会转嫁到产品上。第一广告费嘎不，那广告费是咯，叫人家嘎嘎，那时候嘛转嫁到产品上，公平 zibo 要多少呢？换句话说，OK， 底下表里好，哪两个属于？那都没有哪两表啊没属于呢？一个产品的广告越多，公平 zibo 库嘛，叫人家伢里里，它的零售价格也会越高，度也。帮人力养这样的你的里面的，比如说广告人家的就是要自己买的表达。好，继续往后，此类插入语常用的还有这罗密欧把那插入语，换句话说那是就是类似把那这边帮着你过一遍都拿这边就是帮着你那边表达表达系列把来说，也就是说例如的我们阿片说音来三年四股拍几包。科学教育多了嗯，好，第四继续读一下。每个国家都应与他国和睦相处，尽尽的国际义务，就是说，国家拥有权利，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但不是可以为无谓的。嗯。好的，科学教育多了，科学教育的第一对吧，你别讲我的店家了，我那你还比说人文教育就得少一些，人文教育的第一啥被引进目叫做那那说人文教育多了，人文教育有两种点没说的那个科学教育就得少一些，而且那那说嘛，不那就是这库面这库说嘛。好，那我定拿没有说，也就是说加强了科学教育就等于挖了人文教育的墙角，挖墙角，挖墙角主要就是度内乱类的，不然你把我大 baby 点来，后边搞到哪股内乱嘛？那加强了人文教育，所以就等于要把那读来，所以挖了就是挖墙角，挖了科学教育的墙角，科学教育我的票差度大 baby 我呢，你们掏出来蹦着没播的。好，第四每个国家都应与他国和睦相处，每个国家不，哪个都应与他国，都咩哪个人呢？和睦相处，对咩说相处是啥的呢？尽其该尽的国际义务，尽出来个就是，但问这边往漏完没？其该尽的度也的，必送亚美国际任务、国际义务的 international 的漏安大问你。BB 三龙哥找你避免乱，就是说西亚哈里两个集结的表达不能那么流行，就是说标准那个国家拥有主权，那个诺玛就叫安娜系列，但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但没他
路前来路路亚的路路，表达么好不薄的。好，那所以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表达么是，西班牙表达哈，那内部喏，比尼亚也散的。所以那看开的，路来南来南么是，也就是说个路来哪来的，是干那边表达。好的，来啦，所以记住没？把下列语句中叙述同一事物的两个小句，换句话说连接起来的，使其成为具有解释说明意义的长句。长句撇多昂呢，色比美的。好的，这里一共有六个系列，老师说色色的那苦色比美，并换句话说呢表美。好的，A 派老师 A B C D E F 里派几行。有人这样说，对这样说，要睁大眼睛仔细找，睁大眼睛仔细找，解围后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这样说，这里面都有标价的，结婚前要睁大眼睛仔细想，明了上面吗？面露你比不了的下去，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了上面多比所以呢，那年面露你的把背来不能，所以这就给啥的面将上你来不好，比如多没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武松武松赤手通拳打折了老虎。中国古典小说第六页写起无图片的《水浒传》中，《水浒传》的嘛，武松啊，嘞赤手勒不拉呢，空拳勒地不拉呢，勒不拉勒地不拉，表现的爸妈们说他们呢，打死了老虎，对吧？家务这样得不来给的。好 ，C。现在确实每小时又有五千个孩子出生。现在世界上胡个爸爸妈每小时哪一天嘛，就有五千个孩子出生啊！这里养儿老没怕你吧？好，第五，武松什么力气都没有，又有拳头打湿了老虎。武松什么武器都没用，把武器嘛嘛都没呢，就用拳头打死了老虎。那地那边老虎过来，得打不来的嘞。好意，危险要多看看对方的短处，危后要多想想对方的长处，对方的长处。婚前要多看看对方的短处，明了吗？上个嘛，这怕路也短处，咩咩几杯呀？婚后要多想想对方的长处，明了上不了卡讲，这怕路也高那哈的不呢？高那哈的有呗，咩咩的咩几杯吧的。好 ，F。每天地球上就要多出12万人。每天怎样子？你来嘛？地球上就要多出个爸爸妈妈来的12万人啊！鲁邦的得那当，这也属于多万人的。好的，可以了。哎呀，属于色色的哈里的，也要把那色色嘛嘞。一对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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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比多维索因。换句话说，应该这样 ，A 一好 ，B 要跟什么连起来 ？B 跟 D， 你跟 D 对的 ，B 说好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是换句话说就是 D 了。好 ，C 和什么要连接起来呢 ？F， 对，只剩下 F 了 ，C 和 F 连接起来。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明天再继续了。好，大家再见。再见，老师。再见，老师。好。